刚刚我们做完这样子的内容是六都的资料拆分，那我们现在如果我想要换成什么？假设我现在呢，我是不是有一个 total 2这里面是不是有各年台北市12区，台北市有松山、信义、大安、中山，反正就等一下会产生这12区12张工作表就对了。好，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哦，就是当我今天我很大很大这张资料表，你做资料分析，请问一下哦，你会跟六都来去做比较，可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再细看资料，我要知道松山区各季怎么样，然后信义区各季怎么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要拆12区的资料，所以怎么样拆？首先我们游标，例如说落在，不对，我们应该先把什么12区的资料，台北市这边12区的资料布置贴给 list， 刚刚 list 在这边嘛，贴上。我这样是不是就有12区了？您千万别自己打字。然后接下来有了12区之后呢，我可能程式要修改，光是复回圈要不要做修改？要嘛。你看开发人员这边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编辑一下 12， 因为有12区，所以到20， 12加12减1 23， 所以12到23。好，那你会说，那请问我现在是不是先回到 B2， 有印象吗？ B2， 那我需不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修改？应该都不需要。我们现在就去跑跑看咯，而且是跑这一张哦，因为这一张没有12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当时跑这个 total 2，我们就先把游标，例如说落在 B2 啊，对不起，那个，因为假设我刻意将游标落在这个 B4， 我刻意将游标落在 B4 这一个，它到时候是不是要往左然后往上，所以它就不是一动一格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因为配合这个地方它不是做一列的标题，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做修改，聚集在这个地方编辑，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负一跟往上，负几？一、二、三，可以吗？刚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往这边负一，然后往上负一？好，所以这边就变成这边是负一嘛，然后一、二、三，所以负三。才回到 A1， 因为我们是从 A1 开始全选，然后我们一刚开始游标是落在 B4，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改成-3，然后我们从 B4 这个固定开始来去执行了。然后每一次我都从 B4 开始，然后呢筛选的对象就是以 list 这边的松山区。好，不过等一下一做就会全部12区都做完。来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资料拆分执行，看看错在哪里。-1、-3，所以要再去跑跑看了，看错在什么地方。你看至少刚刚我们来去看一看哪里错好了，这里面嘛，然后松山变成说，我要知道说他最后跑完游标落到什么地方，落到什么地方。好，开发人员聚集，
我先把这一个先关掉。好，我们常用底下的排序筛选，有没有现在落在 B2？ 有没有落在 B4？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逐步执行这一个资料拆分。好，接下来 F8，I 从12开始，有没有移到 B4？ 现在在 B4 嘛。然后接下来去做筛选，所以他现在跑出来全部都是什么？全部都是那个，没错，都是松山区。然后接下来 F8 这边就产生错误了，刚刚是在 B4 没错， B4 要往左一格，还是应该负4啊？要负一负几？前面是列啊，哦，那个，这个应该是负三，这个是负一，先是列，再是蓝，这个应该是负三，这个应该是负一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先列。再蓝，这是列数，列是不是从 B4 跑到 A1 的话，是不是变成4-1是 3， 应该就没错了。我先把所有筛选取消掉，好，游标放在这边咯，然后开始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执行，还有错？各位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刚是不是做 A1 到 G133， 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跑到多少了？就是总共那个所有的资料要告诉他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边常用筛选，取消筛选，所有的资料呢到多少？这个资料到2343，好，所以等一下，我还是回到这个D4 2343开发人员聚集，所以把这个内容改成而且不是到 G132343，那应该到多少？应该到 AA， 所以这个改成 AA。然后当相对的这一个是不是要改从 A1 到 A2343 AA2343，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要改的。对，最后我要去那个是 Total 2这张工作表，然后去做取消筛选，好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来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执行。还有地方，他现在已经选到我要的地方了嘛？真错，复制怎么会错呢？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真的就把这个删掉了，因为这是用相对位置才会出现的。这个就可以直接把它删掉。
好，我们来再看一下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，哎，对不起，这边筛选先取消，然后 B4，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直接执行。我看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，常用筛选，所以我们现在去做什么？逐步筛选，逐步执行。好 ，F8， 然后到 B4 这一格，然后接下来针对整个范围去做筛选，好，筛选出这个范围，然后全选，全选之后复制。这只是很单纯的附加，无法对和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最上面那个标题列它是那个所谓的，就是它有些格子有做合并，有些格子没做合并，是那边产生的问题。你们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？就是因为它那个标题列啊，标题列那边产生的问题，所以他没办法去把这些内容复制起来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假设我们今天的标题我们就只有一列好了，我们就只好手动来去调整它的标题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假设我们这边常用底下的筛选，好，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就是好多格，很多格？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只要这一列，其他我们都先把它删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格子我们就先不去做跨栏至中，然后直接把它放下来。这边应该是，其他通都不要了。好，所以第一、第二列全部把它删掉。好，所以这样是不是又回来了？是 B2，B2， 对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。来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稍微修改一下，这个格子改成 B2。好，关掉，我们来去执行。是不是就产生出来了？有北投区，所有北投区的资料都在这边；士林区全部资料都在这边；内湖区所有资料都在这边；然后南港区的资料，文山区、万华区、大同区、中正区、中山区、大安区、信义区、松山区，结束。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哦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城市在那边，我们可以收集六都。不，我们可以拆分为六都，我们理论上当然也可以把它拆分变成例如说12区的资料。好，真的请你们这样子从头到尾跑过一次，你会比较有那种成就感，还有知道说怎么样去面对问题，挑战问题。请你们动手来去做。